这个就要自己剪过。你在干嘛？放松行吗？一点没感觉。不是你害怕吗？胆小。胆小？几岁了？几岁的？两个月。我不胆小。有没有十一二岁？十三了。十三了，放松一点哈。你就不用看屏幕就行了。你十三了？一点没感觉。十三了还这么害怕呀？没经历过。放松。好了，嗯，放松点，别动哈，修完了一个，没感觉吧？你就别动就行。这个也不会出血，也不会疼。别动就行哈。以后这个地方会摸，哎呀，已经有了老茧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地方以后会有老茧，你拿手一摸，这个地方很硬，压的出血。上一次走路就感觉疼，对不对？以后会越来越厉害，那个地方明显有老茧了已经。能去茧？去不掉啊，去了还长。嗯，磨的，然后这么摩擦磨